小姐，借个火吗？Hello， 我们是宝可梦精灵，我是小火龙。哎呀，这位先生，要走，等等我们。哦，你好，请问，你好，请问有看到小智吗？请告诉我小智在哪里。你们都不要跑哦。请问小智在哪边？不要走啊！不要走，小心我用火球喷你哦！着火了！那个胖子，等等我！请问小智在哪边？我找不到我的伙伴，都不要跑啊！等我一下。先生，借个火吗？来，我借你火。怎么都跑走了？想跑啊？就装备一把枪来对付你们。小姐，借个火吗？想不想借个火啊？不要害怕，这个是不会伤害您的，你们的火焰。不要害怕，这个火焰对你们不会造成伤害的。哦，这个先生帅哦，受死吧！这边的人类不够友善。杰灵龟，走。我们去把那个灭亡的种子追回来，他居然吓跑了，他拿我的火神机枪呢！给我回来，灭亡种子，给我回来！算了，我们去别的地方。我再重生一个啊，不行，把他叫出来哦，那算了，走吧，杰尼龟。我们去找小智玩玩。哦，前方有消防车啊，去问一下。给我下车啊！我要问你们小智在哪边呢？不要害怕。我来重生一个灭亡种子好了。走吧，灭亡种子，跟着我走吧。不要把屁股对着我，好不好？射你哦！车子坏了。这里好热哦，我来洗一下澡。全身湿哒哒，然后还可以喷火。你看，还可以喷火哟。会不会烧到你啊，杰尼龟？应该不会怕吧？来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我们要去哪里啊？我叫一台车子好了，叫一台摩托车。天哪，为什么我在下面？为什么你骑在我后面啊？这样好怪哦。走了，开门。走了，起步咯。杰尼龟，你在轮子后面啊。不好意思哦，撞到你了。有没有受伤？喷火了，要走啊。走吧，我们上车。小狗咬我，小狗咬我。我烧小狗了。我们合体了，杰尼龟。我们从这边上去好了，直接上去这个阶梯哦。
哦，上来了，上来了。可是我看不太到前面啊。这样算不算无照驾驶啊？哦，摔车啊，都是你杰尼龟，你太重了。来来来来，请问有看到小智吗？对。你找我了，我来帮你，再帮你补一下。再叫一个灭蛙种子，你不要再久了哦。出现另外一个，你是冒牌货，把你丢掉哦。好了，出发了，就我们三个人就够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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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奇怪，今天的车子好少哦，路人也好少哦，大家都跑出去玩了嘛，对不对？嘿。我的手太短了，我没有打到他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杰尼龟，赶快爬起来！先生有看到小杰吗？哎呦，哎呦，不好意思哦，哦，他居然倒了啊！干嘛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想要对打的？哦，杰尼龟开始射击了，哦，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了。快点，杰尼龟，我快点带你走啊！快点离开这里啊！警察都出来了。哦，警察围过来，我来帮你啊！警察先生，请接受我的火焰啊！啊！警察先生，不要走啊！不要后退啊！来来来。想不想试试看我的 BBQ 烤肉架？哦，看起来很爽哦。哦，那边还有警察耶，我来帮你一下哟。呵呵呵，炭烤巧克力先生，不要走啊！嘿，嘿，哦。来帮你补最后一刀，好啦，杰尼龟，我们快走吧，这里不适合我们来的地方啊，我们坐飞机离开这里好不好？哎呀，这架飞机只能一个人坐，而且我的尾巴露出来了，那我只好起飞咯。啊哈，撞倒你们两个了。飞哦飞哦飞哦，可以射机枪吗？对，可以发射飞弹吗？哦，我这样抛下你们好像不太好，那我直接跳伞吧。喂，哦。No！ 哦，安全降落了。68号道路是哪里啊？哎，请问有看到小杰吗？这位先生，不要走啊！给我回来！给我回来！快，喵喵种子，我们去坐这台红色小车车。不对，水镜，这是杰尼龟，走上车了。前面人走开啊，被挡住我的路了。哎，这什么车好酷哦！停车停车，我要开啊！停车停车，我叫你停车，听到没有？啊，这边有台橘色的。停停停！我要上来了，下去啊你！快快快，进来进来进来！你旁边好像一台白色的呢，快快快，上来上来！你还好吗你？赶快上来呀、
好，我先巴古一下，让你进来一下啊、哦。OK， 我们的尾巴都跑出来了，为什么这样呢？哦，这台跑车可以发射飞弹呢、哦。我被追撞了，你给我回来，你等我一下。哦，它自爆的了。哦，他车速好快哦，我开不开到前面了。哦，好危险哦。哇、哦，车子爆了啊！快，我们下车，还好不怕火焰的。奇怪，这个地方怎么走啊？没有地图啊！你应该不怕火焰吧？我试试看。下车，停车受检。哦，你撞我！可恶！我要去开那台消防车了。哼！你给我下来，这台车是我的了。这么大热天的，就是要玩这个水枪嘛，对不对？喷射！嘘！不要走！哦，不好意思，哎，这边需要浇花一下吗？我来帮你浇一下花。哦！哎，那个人，他想干什么？哦，他打我了！哦，踹我屁股！然后你不想活了吗？燃烧吧！来，上车，我继续玩我这台车子了。喷水！这个大热天的，就是要浇一下火嘛，对不对？喷一下水，这样子也可以清凉一下哟。奇怪，为什么没有警察来抓我？车子爆了啦，快，我来救一下火。No， 那是喷汽油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车子都爆炸了。我好像在帮倒忙一样哎，没帮到什么忙。车子，哦。不好意思啊，哦，我们今天任务到此结束哦，我们要继续寻找我们的小智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，别忘了订阅、分享出去哦。我们下一集再见哦，拜拜。